新青安炒房乱象不退烧，央行执行第六波打房后，土地银行17号召集八大行库商讨对策，传出打算以调查土地成本、借款人年或月收入、调查还款来源及方式和是否透过第三人转账等，兵分四路揪人头户，也要抓包租公。八大行库要与财政部和内政部合作，民众在申请租补贴的时候，就会在内政部官网留下地址，而这个地址就可以给八大行库来做对照，假设这个地址与新青安贷款案中的地址相符，那就有转租嫌疑。对于很多的所谓的租屋市场的透明化哦，或是在这个自住上面呢，可能都会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。投资客防不胜防，更怕铁腕伤及无辜。央行第六波信用管制 IP 伤及换屋交屋族，现在配套措施出炉，除了明定豪宅贷款需符合管制，针对先买后卖的换屋族，可透过向银行签下切结书的方式，保证在一年内卖掉现有房屋，在买新屋时就可以不受二屋限贷6%的管制，贷80%，一年内没卖出视同违约，还要吃罚金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二户例外条款，若子女名下首笔房贷是帮父母买房当借款人，未来要用新青安买自己的房，也不在二屋限贷的管制范围。但是如果是被滥用变成一个人头，或者是一个我们说财产移转的一个手段的话，我觉得的确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相对比较不公平，所得门槛限制啊。那如果现在拿掉的话，的确是对于有一些这个资产阶级啊，或者是多屋族的这个做法啊，其实是值得质疑的。专家担心二屋子女例外条款达不到房，反倒让贫富差距现象扩大，毕竟不少投资客专找漏洞钻，即便央行有万全配套，依然很难面面俱到。三立新闻张友全、林佳倩台北报道。